各位同心，我们现在开始准备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黄秀华黄讲师来演讲哈，请掌声欢迎，谢谢。好，各位咱初级班的同心，大家下晡好。哇，有小休困一下无？好，哎，中央对我做有信心的就对啊哈。大概呢，好像搞排一个点半到三点半，这个时间哦，这个时间是安怎？大家吼，这种时间是大家拢在休倒的时间。啊，伊就是讲吼，啊，就是考验吼，要叫磨练吼，讲到吼，和大家袂当困，安尼就对啊。所以呢，这一堂课大家跟我斗三工节，好不好？和我通过关，大家拼无困的，敢好？好哈、哦，嘿哇，今天很开心呢，我顶礼拜。啊、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哈。哎、欸，安来赵家进来，我们这堂课哈，美丽新世界，各位初级班的同心哈，恁较辛苦。我拿专训来讲哈，我是今仔日早起报的。那、啊、初级班、高级班拢较辛苦，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是有这个心吗？要入来这来共同来熟悉到什么是民政府，甲什么是法律嘛，对不对？为怎样开始啊？啊，到今日早起，你是不是听了足侪足侪法律？吼、哦，安尼听，其实我嘛甲大家同款。今日我穿即身的制服，甲排即个植物排有无？我所行的经过，拢甲大家同款一模一样，无人有通有特例。同款是初级、高级两个，哪两个？这个就是说我们的有植物点招，好、哦、法律点招啊，甲职前训练啊，过来嘞，达官达官安尼，每个月。甚至郡守搁较辛苦，两礼拜来中央来专训，啊，所以我知影吼，各位啊，你呐伫个即马初级班的时阵呐，哇，恁听足侪话哩，所以呢，我的课程名字吼特别吼安尼定一个较嫩诶吼，和大家咱来共同期待一个什么叫做美丽新世界啊，我的课吼较嫩呐，因为吼咱足侪迄个同心足侪前辈有无，因的话哩吼。足够安尼足扎实的就对了。啊，我唔是讲我袂晓呢，我嘛知啊。只是讲，因为我就我个人的诉求来讲吼，我较爱讲甲大家分享者。尤其呢，我做爱甲咱初级班吼，咱遮同心好朋友吼分享咱做做活动。因为我女性，我比较感性呐吼。我觉得咱台湾民政府吼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真的，我身为一个女性，我有这样的一个荣幸，能够参与台湾民政府这样一个法理、这样一个不流血的革命，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同时呢，我也要真的要跟各位恭喜啊！哈，我预期我订了百万工，我预期这一周的初级班人数一定会很多，真正真正。比今年哈，差不多就又多25%，多了1/4的人，因为我们是每个礼拜都开课啊，所以这样的人数哦，其实我比较喜欢小班制啊，小班制哈，我还讲 Q， 你知道？我会 Q， 哎，少年家哈，我还跟他对话呢，爱较温馨嘛哈。今天人多，我还是一样跟大家玩，为什么？没事，大家困你啊，对不对？安尼我就无过关。好来，那么各位。来，咱先大家熟悉一下，我是唔知影讲其他的讲师有甲大家吼，安尼吼，大家小知影，大家按对来，为什么要安尼呢？看甲大家来讲解一下。来，咱你们可以自己环顾一下吼，来现场吼，来我为北高人，咱为宜兰州来的朋友，咱举手者，宜兰州，好来欢迎来，我们鼓掌欢迎哦。咱对咱这同心嘛，咱拢来鼓掌甲欢迎，咱嘛很欢迎的对，好来欢迎宜兰州，过来台北州的朋友举手，好。欢迎哦，欢迎台北州的朋友。那其他几位给拍拍啊，吼，咱赶紧拍拍啊，吼，谢谢。啊，过来了，是咱新德州，新德州的好朋友，举手。哦，新德州吼，地势真正有咧冲啊，对啊。过来，台中州，哎，赞赞赞，好来，台中州，再来，台南州，台南州，台南州，好，欢迎哦，来，高雄州，高雄州，哎，哦，赞赞赞。哎，这次各州来的人都蛮平均的哦，很讲实话。那么我是为高雄起来，
我是高雄州。那么呢，我本身隶属呢，就是我登记职务，你有听到我叫做登记啊哈，不是考试的哦。我记完，我伫个中央内阁啊，因为我的爸爸伊伫个厚生劳动省，所以讲查某囝来，你我爸爸做伫个厚生劳动省要拍拼，你无来搞我做，我结果啦吼，那会使对不对？所以我就改两番伫个厚生劳动省。那么有这个机会呢，哦，承蒙这个中央这边哦的这个这些个长官哈，给我机会啊，大家在初级班哈，甲大家来分享。那么呢，我相信今仔日，我想要请教一下，咱现场哈，有上过高级班以上，还是通过那个士官班的哈？四加一，就是三加一，那个四个班级同样一起上课的，举手了解一下吧。哇，各位同心，你们都是恭喜！啊，你都来补完，你来补完初级班，你拢过关了，敢是？哦，安尼甲恁恭喜呢，哈、哦。好，因为哈、哦，民政府真正，咱呢关键的时间真正要到啊，真正了大概每一次上课，每一次来专训，跟每一次甲初级班的上课，我了一拜比一拜搁较兴奋，因为呢，我理解到讲哈，一拜比一拜。搁较接近着，台湾民政府要执政的时间到啊！我这种吼是真正的确信的对啊，因为为种种的迹象，还是真正确信。我定有甲一寡外口朋友咧讲，我讲吼，迄看有诶有福气较会来着对啊。啊，若讲进前来过有无吼？中间吼搁去互头壳洗洗有无吼？耳安尼按只讲搁只出去了吼，啊怎人怎走去无看诶吼？迄叫做无福气啊！这条路无遐好行，所以呢，我真正吼要好好来邀请到咱今仔日咱遮的同心好朋友，既然那有这机会来到台湾民政府，那呢，今仔这一堂我的美丽新世界呢，我要甲大家吼查一寡资料，这资料其实可能你有看过嘛，可能无看过，不过呢，我的诉求是安尼啦，因为我哥哥读法律嘞，一定甲我讲，我要甲招来嘛。我讲爸爸嘛，我跟我爸爸，我哥哥讲啊，咱当我两个做官足济啊，就对啊吼。啊，伊讲啊，拢恁讲恁对。啊，我乃知影讲，你讲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伊甲我敢讲诶。其实我哥哥还是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吼，因足侪话吼，真正是吼，乌讲乌诶，甲白白无恁甲乌，也是讲哦，迄出戏拢知因家己编，知因家己演诶，就对啊。那毋过呢，我们安要安那取信于人了，对啊。就这，今嘛这个我们的网络资讯哈，还有那么多的那么丰富，那咱爱取证。您今嘛手头提这资料，咱提上去疯狂，咱们刚刚讲，啊，你是恁家己编的教材，恁家己编的课题啊，家己讲题啊，吼，啊，恁这抓到恁家己讲家己对，啊，敢有影啥呢？迄叫做啥呐？因果无人互咱看，咱今嘛甲整理起来，啊好，哎，今日免咱讲嘛，不要紧。所以呢，今天有一挂我在网络上，一旦找到的资料是去网络找了对啊。这资料是就是讲，咱袂讲平常时吼去注意，也是讲特别去甲找出来。啊，那是讲咱的朋友呢，辛苦比咱的亲戚好朋友，咱来甲讲的时阵，伊想要取证，那么这个资料吼就可以提供给他们来做一个佐证参考，啊，过来参考着吼，咱台湾民政府这边写所收的资料，尤其呢，咱的法律的理论。上该要紧是看对一本册，您敢知？新台湾论对不对？新台湾论就是安尼教科书啦，吼、哦，安、啊、吼、哦、很里面有英文，啊，不过这些把它好像把它看故事，把它看完好像看历史课本、历史书啊、历史故事书，甲看一本，就知影讲哇，咱台湾民政府，咱的法律的基础，因为内底唔那首先咱台湾去评价呐，它会引证很多其他国家的。法理的基础才能够去建立说啊，原来咱台湾的状况其实就跟因同款，只是呢，咱一定吼去予蒙蔽。啊，今嘛咱咧行什么路？就当吼仿照他们成功吼上紧的路吼，叫做模仿。模仿啥？模仿好诶嘛，模仿对啊，那是上紧的路嘛。啊，既然咱咧台湾咱的地位是这样，你那模糊不清，啊，敢无改吗？有改啊，啊要安怎改？咱有心要改无？这开始改要紧。所以呢，咱今仔日共同在这堂课吼，我们共同来确认几个事情吼。来，从刚刚好差不多有三分之一位吼都已经
已经四关通过了哈，只剩下今天最后一关，补一下就过了。来，不过呢，各有很多是第一次上初级班的，来，第一次来到民政府中央办公厅的，请举手了解一下。哎，大部分哈，好来，谢谢。那我了解，所以讲呢，咱系管局的朋友吼，大家可能吼，大家共同吼，安个协助来确认一下。然后台湾民政府，我跟你讲，听完三天两夜的法理，到明天下午三点半哈，出去到礼拜二，大概忘掉80%，那是正常哎。然后正常不要有压力哦，哈，那是正常的。来，那我们哥呢，该要紧，很重要的四个字，啊，带回去。台湾民政府，我们现在的国际地位是怎么样的状况？叫做是日属哎呦哎呦，我都念出来啊！我讲好恁地啊，恁较袂可怜啊，对不对？日属美战，对不对？好来，咱吼今嘛在读，我们这个图哈，这就是日属美战的这个图，每个教室都看到这个图。这是日本那个宫前桥有没有？那这是我目前我们的那个美国政府的美国的总统跟夫人这样子。日属美战哈，很多人跟我讲说。啊，怎么会日属？因为不能接受啦，将近70年的那个洗脑，哈，跟这样子，跟给我们这样子的这一种讯息来讲，伊起码讲讲讲那是日本人，咱记得偷的是日本，讲日本的吗？还是要讲日本谁的？日本天皇的，我们的土地，好，台湾这块领土，这块土地属于日本天皇的。啊，讲那是日本的先民，有的人哈，袂当接受。啊、不能接受啊！明明就是这样啊！我相信呢，第一章开学后，秘书长是不是跟大家做个很简单的比喻，叫做呢，猫跟猫生的是猫，狗跟狗生的是狗，不可能猫跟狗生出来，就对，不可能猫跟猫生出来变成狗嘛，对不对？这么简单的比喻，变成我们台湾人跟这个咱台湾本土的人，跟台湾本土的人生。啊！叫人一边变过中华民国的人，真的是四不像，真的四不像。啊，不过呢，我也未来到台湾民政府进前，安尼的批论我完全未当理解。因为呢，讲到政治，讲到咱的这个整个我们那种，好像这是我们的身份呐、啊，干嘛较严肃了掉啊？那不过这是足简单通理解的物件，咱确实唔知影。所以呢，咱要讲讲，讲较简单呢，无话深呐。那讲真正要讲到法律，讲到历史，讲到遐条约，哈，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些东西是很多，但是呢，要紧是咱的观念，咱的观念会当讲支持家己讲去接受着安尼的观念，乃当支持家己做安尼改变安尼的观念，安个落去听到的课哈，安对较有意义啦，无你会一直产生怀疑，产生问号，那这样就没有意义了，可以吗？咱家的共同来确认，按我安的意念才是最重要的，好，来，请搞起来哦。咱曾经四小龙台湾想到别当参加联合国，来我甲大家请教一下，四小龙，伊是安那称之为四小龙，伊是什么的表现？来，帅哥，你知道吗？我会 Q 你啊，不然我看眼睛眯眯的。来，为什么四小龙？他是在什么样的表现上认为说，哎，你那个封号叫四小龙？经济对，伊是伫经济上的表现，哈、哦，来被称作四小龙。啊！你经济表现足好，你会当去参加联合国嘛？联合国会当参加，伊的主要的资格是什么？他的身份进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资格？国家的资格。你个经济安那表现较好，你毋是一个国家，你伫边啊徛的资格了无？佮互你做观察员算袂歹啊！哦，所以呢，真好啊！咱这班大家已经确认，目前台湾这个地方，我们。不是一个国家、哦、所以呢我们当然麦克多还在杠拱拱去杠摇旗呐喊要去跟人家游行、哦、就说我们要这个在联合国争取一席之地那个不了解法理不懂历史才会做这种傻事啊那是在国外人外靠的人那就知道咱台湾咱的国际地位是安怎的时阵真的很多人都知道甚至很多留就是去国外留学经商他们都知道可是咱在台湾的人真侪拢唔知道还是跟大家报告，我嘛是咧甲民进或参加杂工哦。原来为什么叫做中华，为什么爱叫做中华台北，是这样子。而现在中华台北，大家了解它的意义了吗？很多人都知道哈，知道意思举手，知道中华台北的意义的。哎、欸，
中华民国政府流亡在台北，好、哦、对，好、哦，所以这部分呢，可能哈、哦、很多对初级班的童心哈、哦、看陌生，你可能赶快跟我一样，中华台北什么意思？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他目前在台北，他的这一个哈、哦、执政，他目前在台北，而且他是帮美国军事政府在管理台湾这个地方。不是咱这套的一个中华民国政府，哎，不是啊，我们是被他是美国军政府委托蒋介石他那个时候的军政府来接管这块地方。哎，我还要再一次确认，秘书长，我跟大家讲，国宾饭店的咧不？国宾饭店的咧有嘛？安尼做简单的呀、啊，好、哦、托管嘛，我嘛跟这里跟我孩子讲。不是房子住久了，房子就是变成说住久的那个人的，安尼想凹版了嘛，无得力嘛，对不对？啊，赶快把这个例子放大到目前台湾的这个状况，是很理解的。所以刚刚讲，我一直刚刚讲吼，咱的秘书长写做幽默嘛，做有智慧的人了，对吧？所以呢，今后啊哈，咱这班已经知影，我们不是国家，所以咱台湾袂当申请入去联合国。来，各位。欸，我要再一次来印证我自己的感觉。现场已经有申请到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摕到人家手。好，赞赞赞，来，谢谢。真正是不简单，很多人都拿到了。那我要请教哦，来，这位，我们这位姐姐，请教一下。欸，你多久申请到？就是说你在多久之前拿到民政府的身份证？2个月。你多久？你接受民政府多久啊？同样这个时间，好、哦，来，为什么要这样问你知道？因为我给大家报告，因为哈、哦、时间越来越晚，越来越近，所以呢，我们上课的班级有没有越来越多人是什么样？像我一样的状况，什么状况？叫做是哈、哦，我的爸爸在三年前，那么四年前跟我讲，讲秀华秀华，还有一个台湾民政府啊，后摆哈，会当了解一官半职哈。啊，咱那个投入哦，今天哈一定会起来就对啊。我爸爸是经商的啦，在做行李。我讲我爸爸你头壳发烧呢，你在做行李了，做行李，你今嘛连个进货你也要降差。我讲吼，三年后啦，三年后你哪个有跌客来跟我讲安尼啦？哎、欸，真正呢，三年后过来跟我讲，秀华秀华，过年到诶。伊讲你较紧的哦，我给你2个月，你较紧的，你哪无较紧的，看起来你无位啊。哦，真正安尼听咧足赶足紧急的就对啊。9月啊，所以嘿，我来大家讲。各位哈，你那礼拜的时间哈，不快不慢，刚刚好，都好切到这上重要的时间就对啊。我告诉你吧，嘛是因为讲找了各位几个月，所以刚好这机会叠加，跟大家来分享个我的心得，安尼啦，如此而已啦哈。那么来到台湾民政府，我嘛定来搞我一挂少年的朋友讲，我讲啊，你要去今麦讲科公职哈，空空，科三当五当，搁不一定科会到。啊，考掉呢？啊，去做啥？互派去对上班，阁毋知影。啊，即马台湾民政府有这个机会，你毋紧来把握。啊，所以吼，足侪即马呢，咱初级班吼，这个东西吼，有的妈妈转去吼，紧嘞。下一次吼，就把因个囡仔带来，敢知？迄种囡仔，我来甲讲讲，你有智慧，妈妈讲我爱听，妈妈的话要听，吼，长辈的话要听。所以呢，我爸爸来甲我讲，我们现在很。这样的初级班，很多人呐、啊，其实都跟我一样，2、3年前都听过台湾民政府，可是都没有进来，一直到最近，安尼叫做什么嘞？叫做哈，通过民政府通过你们的观察期啊，通过我们那种观察期，为什么？因为哈，他有够坚持，坚持到伊的法律始终不变，而且呢，佮一直行，人愈多，即佮又。愈来愈好，这是最要紧的。要甲大家报告，我唔是讲咱白头发这些前辈哈，恁唔好，唔爱安尼想。我要做敬佩，要做学了着。台湾民政府初期咱这些同心前辈，真正拢白头毛的阿伯阿姆，因一点心听到这法律着，跟咧一路行，都是因为安尼的支持，民政府会敢去哪里？我甲大家报告我的分享的是哪，我的心得就是讲，我大概来看有无？我看到足多，愈来愈多少年家，愈来愈多女性嘛一直入来。民政府需要新血轮，
需要清廉，你买就对了。一旦执政了，很多事情要做的，要行动力，要快。我们不能跟中华民国流氓政府一样，那个摆烂，还是说得过且过，没有那种的就对了。我们的动作绝对是迅速的。所以呢，秘书就一直说，一定要年轻人能够进来。所以说，还是这边再一次跟大家来邀请，那你当感染的年轻人哈，你看摇下出来来理解，好、哦。那你看呢、啊？头挂个大概公掉有没有申请到这个身份证？这个身份证的资料，去行政鬼的杂工要去办这个户口名簿，然后去办那个哈、哦，就是户籍誊本。那这个户籍誊本呢、啊，那些当去行政掉哈，让呢阿公阿妈是讲咱今麦较少人讲阿祖，好、哦，迄种因的这个就是说出生年哈，叫做日治时代。来，我们这一次这边也要再一次跟大家来共同确立一个叫做日治，不是日剧。我特别去看到今嘛国小还是国中的国诶，因的课本有无？因今嘛吼嘛是改啊哦，没有在日剧了哦，也唔敢讲日本占据啊哦，真的叫做日治，日本统治时代。日治时代，好，那你可以申请到户籍誊本的时候，那看到我们的自己阿公阿嬷他们的这个出生年在日治时代的大正昭和这样子的话，基本上那也当申请到的注记到我们身份叫做是 T W 身份注记叫 T W， 还叫做哪？叫做那是本土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好，这样子。那么我们如果去看才知道说啊，我们的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就是说，家族好的这个渊源好，那是为日治时代一直走下来好。那当然可能当中就有的可能没有办法申请到说阿公阿嬷这边都是日治时代的资料的话也没有关系。那至少我们会去追本溯源，公杂公家底好，这个整个的这个家族的这个自己的根源在哪里这样子。好来，所以呢。还是邀请各位哈，今天不管网络上讲多少，说申请到台湾民政府身份证有多少钱可以拿，黑龙麦听啊，各位初级班的同心，我为什么喜欢跟初级班的同心哈，共同确立几个重点，我们不希望说哈，来到台湾民政府是因为利益而来。我也跟大家讲到说，如果今天来到初级班，通过高级班，通过五关了，可是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专训都不来有没有？然后我们的州还是郡啊，办参会啊，法理少，就通通我们差会降不？没有贡献，那我们却想要在台民政府执政之后有一席之地，有一席之地哈？哎，大家跟我公平不？公平吗？对那么多从那么早之前就开始付出心血的这些前辈，这样公平吗？所以不是来到台民政府或者办了这张身份证，大家都特懂哦，哈。甚至有可能就是邀请你们做同心，因为在不久的将来，每个人现在住在台湾这块土地，每一个人都要申请到台湾民政府这张身份证。好、哦，这是咱较早的，啊，较早呢，早一点的时候呢，那么秘书长当就会说，哎、欸，对于我们这些先行者，给我们怎么样的这些福利？因为我们有这个智慧，咱打着这个时机行对吧？会给我们这些福利。我还是要再次去跟大家来说，就是说，每一个组织伊个行的过程当中，咱来确信叫做会安排了，会计划了，愈来愈好。即马秘书长是讲，咱各位伫个台民政府所听到足侪福利有无？我可以跟各位讲，我个人认为啊，不止这样啊，一定会更好更多。但是重点是什么？我们对这样的法理基础，我们对我们所认识的这个组织，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认识他？这是最重要的。看在利益上来，那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呢，会脱落这个心态啊。如果两个跟你安尼好，就塞龙姐讲，会跟你骗你安怎有无？佮提些生命跟你讲解有无？你就脱落了。为什么要跟大家安尼讲？你刚才因为啊，我上了几堂的初级班之后，我真的跟各位在提醒这样的时候，我好可能跟他讲讲啊，黄讲师真的呢，问哥哥，吼，顶到来上课了。各个人出去唔在接唔在接，甚物国个迄个甲讲吼，阮哥哥主要不爱来啊。那个叫做什么？那叫做他的法理基础跟他的心态上没有建立正确的心态，当然就叫人家塞龙姐都无伊啊。安尼吼叫做可惜啊，没有跟上队伍啊。既然入来到大门啊，啊
既然风吹一阵风，一阵风吹来，怎个造伊？那很可惜，好、哦，所以真的很不希望，很不。就是说不愿意各位哈错失这样的机会，所以这次跟各位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心得，然后跟这样的过程。那我们在网络上哈来佐证，不是只有民政府这样来佐证一下台湾，哈它有哪些历史、哪些过程？记住了，你来看这页面，都是电脑来的，你在电脑上一按，来怎样？来，我们就是把它上面的重点写下来，皇民化。参政权代表什么？就是日本当时在治理台湾的时候，是真真正正把咱台湾这块土地所住的人，给当作伊的臣民、臣民，哦，等同住在日本本土土地上才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在这边台湾，住在台湾这边也可以做这些事情。那因为我们这块土地是属于日本天皇的，我们属于日本的臣民。啊，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到这给我们接管，也当就要给我们做兵吗？不可以哦。好、哦，通过士官的人应该都知道，说我们根本我们的人民，我们的这些男生啊，不用给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做兵的啦。好、哦，所以呢，这次。这个礼拜以来，网络沸沸扬扬，讲哈，美国这边，我们要跟他索赔多少钱？多少钱？那个叫做什么？索取呢？他侵害我们人权权益，跟他索取的这个赔偿，哦，他那真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为了他们的在台湾这边，不管是方便他的统治也好，方便他的管理也好，他真的做了很多哈，不干他做的事情，他没有把自己的立场搞对啦，因为是咱的北部哈，只要跟他请来赶快。好来，这段历史，在我常常在跟我的朋友在做分享的时候，好说那这个我们这块土地属于日本天皇的。我朋友都跟我讲说，那我柯林啊，你洪秀华，你理数你历史课都没好好上，日本啊就投降就离开了，啊，这代都都放都已经放弃了，你这个公司名哈，这个啊，不然那个什么光复节，我讲你是去用洗脑去，你唔知呀，你个讲我。所以呢，咱透过要来上法理课，才知道说，原来啊，当初太平洋战区。选择在台湾这个地方来做这样的一个接受日本投降一个受降的典礼，因为那个受降典礼有没有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给包装叫做哪叫做光复节，台湾光复给中华民国，他把它包装成这个样子，事实上只是二次大战的太平洋战区选择在台湾这边接受日本人投降。安内要讲吗？这个很重要，因为哈，那来安内讲了哈，下次引起安内病传，哦，原来是这样哦。所以呢，你看啊，今嘛台湾光，今嘛什么光复节，不敢放假啦，也不太敢再去讲那些有的没有的，因为真正意义不叫做什么光复，哈、哦，可以理解吗？这是很简单的，但是很多人这个，因为我们已经被洗脑太久了，很难哦，把这样的这一种印象把它翻转过来啦。所以呢，来到家我直接叫 A 面跟瓦做 B 面。吼、哦，让侬爱一旦接受真正的历史的真相，就在这个地方。好、哦，来，台湾什么时候割让给日本？好、哦，马关条约的时候，1895年爆发甲午战争失败，清廷就已经把我们台湾这块地方割让给日本。那各位，你有看到咱东西哈、哦？台湾割让，就是说台湾这块土地在清朝时候。割给日本的时候的那个地图吗？只有西边哦，西半部是一直到日本人来统治的时候，才经过那么久的一个很努力哦，才能够把我们的东部跟西部把它整合在一起，是这样子的。好、哦，你看我们的这个哦，在所谓的甲午战争之后所订立的马关条约或者是下关条约，好、哦，那这个。这个在台湾这边呢，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这块土地就是日本天皇的。那么台湾进入了日本统治时代，史称台湾割让或乙未割让。好、哦，所以这样的资料，不是只有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所编的历史课本那些，应该要来看看真实的
真实的一些史料了哈，历史的资料。啊，你看哦，当初啊，李鸿章哈、哦，甲午战争啊，战败了定马关条约，李鸿章要把台湾割让出去啊，够做无情的啊，攻击中国啊，叫做哈、哦。台湾这边的人叫做什么？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啊！来加强证明自己说，说、哦、哈，我这块土地哈，没有什么可惜的啦，割出去好了，没关系啦，没有什么情分呐、啊。啊，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跟中国那边地方按了都没关系啊，切了切断啊，不要紧。所以呢，我们今天确认了几个重点：日治时代，阿公呢，咱今晚要讲对面有无？爱讲安那，佮讲大陆吗？爱讲中国，大陆很多大陆呢，有很多有我们的非洲大陆、美洲大陆都是大陆啊。所以呢，我们要确认，南北共对名叫做中国，另外的国家它就是外国啦哈。来，这个叫做解密条约啦，美国国务院跟中共周恩来的解密，这文件都解密了。你看到这边还有写到、哦、这个资料都改成光几点，底下网络都找不到对啊。但是如果你们觉得不好找，不要紧，我的 PPT， 我周泽的 PPT， 你哪干嘛讲？哎、欸，要当讲提供吼，和你的朋友来佐证的时阵吼，最后面有我的 email， 你写 email 好啊，我来回馈给您。也是讲你看那个最后边那个电脑的这个吼中央职工的同心吼，因为都扣给你的对啊。这些资料，你看呢、哦？当初他讲要求美国总统哈、哦、承诺什么？结束占领台湾的时候，不会允许日本光复失地。他很奇怪呢，他为什么要做这种要求？这块土地本来是日本天皇的，伊先讲要求讲不要哈，不要允许，不要允许日本去光复这块土地。李恰克公安呐，希望呢这个美国不要公开哈台湾地位未定，不要公开台湾地位未定哈，他和恰博病了对啊，比较方便他做手脚。不要让我们在知道历史真相比较好做手脚、哦、所以呢这个资料的出处这边都有、哦、来这个资料也是这个都不是我们自己写的啊，联合国安理会第几次的会议表决9-1驳回，他讲什么？联合国通过美军合法占领台湾，台湾不属于中国。所以我会刚刚在看那个有 LINE 大家都会有些讯息给我说美军、啊、曾经想占领台湾，那头脑坏去叫做美军本来就是占领台湾、啊、不是原本想占领台湾，他搞不清楚这种历史资料，他想要原本想要占领台湾，想要根本现在就是直下托管，让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托管给他、哦、OK，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理解这个部分了、哦、OK， 所以呢我一路走来，从去年9月一路走来，真的发现很多事情是我们没看到的，不过 没有看到的事情真的不代表它没有发生、啊、但事实上已经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没去参与到，我们刚刚说的北蔡人就是很容易失焦。我来到台湾民政府学习到一点，叫做要观察，要很谨慎。所以呢，然后台湾民政府，我除了上课之外，我经常有时会跟同心讨论我们的法理，按那法理按那讲，也能够较清楚。因为呢，哎，噶这五六十年、六七十年哈，尤其可能比较较中辈哈，敢讲这哈，要讲到让人清楚，甚至爱讲让伊厝内底人当了解，无遐简单。所以呢。来到台湾民政府这个所在，不管是中央厅，还是去到咱的郡、咱的州的时阵吼，我会拜托大家有无？即马初级班嘛，我会拜托大家嘛，大家来做一个邀请就对啊。因为来到咱台湾民政府吼，咱的制服足方便呐。咱出来的那是有这个黑色西装有没有？黑色西装裤，哈，那白色衬衫，女性就这样，男性更方便，不然有衬衫嘛，啊，全黑的这个西装哈，穿上来。就是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正式的制服了。来到这边呢，我会邀请各位上过初级班，下一次回去想一想，就说：“哎、欸，唔对，我一定爱跟妈熊来跟进高级班，把五关通过的时候，我会邀请你们拿出我们的这个，跟我们港心啊，跟咱行做同款的代志，讲把制服穿起来。
因为有行动嘛，你有那个信念，你有正确的这个制服，穿的这个制服的行动出来哈，其实跟大家很容易去融合。第一次来上课，初级班嘛，请阿就睡。我爸爸跟我讲，我本来想要请做睡的啦。我爸爸讲你买，你安尼让咱讲吼，你是新生啊，是菜鸟啊，对啊。所以搞建议讲，我初级班吼，我请这号来哦，对啊。好家仔，我去会刚请这号来，我刚看人请做睡，我干嘛？我哪是安尼？我干嘛做拍摄？但是呢，跟各位讲。不是说这样不好，而是说我会建议啦，哈，进来到啊上第二次课程的时候，我们就把制服穿上来，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你刚刚讲好，大概一退了掉，他就感觉真好，无你当气话卖，安尼好不好？好来，所以呢，通常哈，咱老看一寡，我跟你讲哦，我这句话哈，我做梦都会梦到，你敢知？梦到啥？梦到我今晚我一寡哈同事有无？我咧跟你讲的时阵哈。我说你都不听哦，我现在叫我的工作的同事，我是财务部的主管啦，我跟管理部的主管说，管理部的主管也礼拜跟我同在后生劳动省，我跟研发部的少年家说，我说我有跟你说哦，你大家想看看哦，领工啊，时间到的时候有没有发布的时候哦，你说啊，我有职务牌呢，我明天要去上任了，啊，你的朋友还说，啊，你拍心都没有说，我说我跟你说你都不听咧，所以你知道吗？我真的跟我那些年轻的那些同事在讲说，我说你们不要跟我说，我没跟你讲，是跟恁讲，恁讲唔听，讲唔相信，人来惊卡搞来了解都无爱，迄就是家己错失家己的机会。等下看到，等下看到时，等下人时机拢已经拢起来吼，无你的，无遐人的位啊啦，敢毋是？所以为什么咱先行者有秘书长讲遐好哩，就是因为那会当讲，只阿未发生进前，咱安尼智慧。行，你这样好，就忠心，然后很确定的跟他一起走，是因为按人生重要一个决定，咱做对啊，咱才有遐好哩，吼、哦。所以真正我即久我常咧想讲，真的很可惜，遐人我好像讲袂听吼，实在救不来，要躲也躲袂来了，对啊。真的是吼、哦，那我们吼、哦、不希望吼、哦、我们好朋友吼、哦，咱的亲戚朋友，咱所关心的这朋友吼、哦，错失了吼、哦、这。可以说是百年来难得的这么好的机会啊！我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物件吼，是我家己看了嘛，足感动的。秘书长讲安那，讲吼，台湾民政府咱们所行的路叫做吼稳定和平无缝接轨。嘛，我甲大家讲安那，我们这是不流血的革命，可是我们已经在革命了，你们知道吗？尤其最近啊，在报纸啊。我们民政府这些行动、哦、我真的讲了我自己都很感动，我的鸡皮疙瘩一直起来，我们已经在革命了，你们知道吗？我们在文字上革命，我们在行动上在革命了，你们知道吗？我希望说真的在初期班会上带给你们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希望，这条路你们是走对了，千万不要落高去，不要脱队了，很可惜在这么关键的时刻真的千万不要脱队，好不好、哦、所以呢，因为人是这样，因为习惯没想要改变啊，就说很现况，这样就对了。有啊，我的专训来对，我也很多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中央参众议员的家人，有没有办法去相信说你们这头比较坏，我说四五千人四万人放新闻钱，这四万人头比较坏去，我只在家人里面 有医生 有这个医生会计师这些三师，难道 都是脑袋有问题吗？不可能啊！所以吼、哦，咱千万不要，我们不要吼、哦、被劣币驱逐我们的良币啊！那我们是对的，我们吼遐大部分因为家己的利益的关系，啊是讲因无去改变因的想法，咱去互拖去，千万唔通安尼哦！历史上吼、哦、有真少数、真少数有智慧的人会去行着正确的路，即句话大家。一定咱来个共同个记起来，千万唔通讲，因为既得利益者，有啥物唔会改变？18%，咱个做爽的啊，对不对？生活过啊做富裕的啊，遐财团伊哪有可能讲要接受安尼个变化？甲讲40万换一块，伊当然惊死。啊，为什么拢是人家好？大家过遐辛苦，为什么我今日爱伫遮？为什么大家爱伫遮？我上课我几几节课以来，我跟很多。我们的这个长辈啊，我甲访问，结果拢跟我想的是同款。安娜，你怎知？我的囝，我后生啊，30几岁唔敢结婚啊，
唔知要唔知唔知处伫对，唔知囝会当会当生无？我的哥哥念法律的，到现在也是没有结婚。伊讲，哎，不要那么辛苦了啦，自己好就好了。唔卖讲吼，佮拖累遐囝儿是谁？为什么我们人来到世，我们人出生来到这个世上，那是为着安尼生活来的吗？难道我们不能够享有真正的家庭伦常生活吗？因为就是安尼环境，和大家，所以大家唔敢结婚，唔敢有正常的这种家庭伦常生活。迄是安尼在台湾，今嘛安尼状况较安尼啦。我们不是为了这样的结果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为了追求美好，为了来过更美好的生活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哎，一定安尼的理想，那嘛是有着安尼的理想，今仔日家大家要共同打拼，一定要把这个结果来打拼出来，好不好？台湾民进户，执政了，厝有、钱有、囝敢生。我是讲较迄落啊，年岁较迄落啊，已经生两个呀，无嘛都想讲生加生两个呀，对不对？真的啊，我们母性啊，今天我在这边，我也是一个母性，我不是一个有企图者，但是我是因为我真正我行我囡仔后摆去甲带着做台劳啊，去就到中国那边做台劳，去越南做台劳，啊离乡背井，离开家己的亲人，去到外口做，去到外口吃头路。我感觉安尼是一个无够正常的状况，所以我希望后摆我的囡仔会伫咱伫台湾这块土地，有做一个最好的发展啦。所以呢，这条路不是为着家己，搁较济，我来还给大家报告，更多更多台湾民政府先行者，这些白头发的这些前辈，因为是这点心，用家己的岁月去贴这个机会给大家。今天我们一样要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意念。支持这个政府起来，让咱囡仔后摆有更加好的机会。拜托大家，大家到阵来。好来，来，这个片啊，有看过的人，看下手。网络上看过的人没有哈？因为哈，那太多人看过，我就觉得老梗了啦哈，就不想讲了。这个叫做《美国 CIA 解密档案：台湾真相》1到5集。这部片子呢，不是我们台湾人做的，是美国，它是美英语发音。这部片子呢，前面就很开宗明义的，已经指出了很多刚刚我们所讲的，我们台湾的这个国际的地位，还有这个在台湾举行受降典礼，这些再都印证了我们所讲的历史是真实的。那这部片子呢，全长大概40几分钟，42分钟，所以我兴趣的人呢，不管是要copy啊，还是说呢，你们呢就把这个抄下来。好，这个台湾真相1到5集，你们到网络上 YouTube 好，可以给它搜寻，弄一档看得到，它有中文字幕。好，那我呢就邀请哈我们的那个电脑的这个中央志工同心哈，我们放前面一小段给大家一起哈来轻松一下看一下。好，来麻烦，谢谢。Many professors, researchers, think tank scholars, academics, and even members of Congress are confused about the subject of China. Some people who profess to have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is entire matter are quite vehement in claiming that there are two Chinas. We are forced to ask, why does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insist on saying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Let's go back to the year of 2004, testifying 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on April 21st, 2004,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ames Kelly, was asked to explain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for the One China policy. He was unable to do so. Unfortunately, from 2004 to the present,No U.S.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have offered any further detailed remarks on this important issue. This is very puzzling to many people.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s insistence on one China can only be explained by reference to a branch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s largely unknown to most civilians. That is, the laws of war and their subset, the laws of occupation.
With no knowledge of this branch of law, most persons assume that the dispute over Two Chinas arose due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of the 1940s. However, thi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is in error. More accurately, the Taiwan question must be understood as an issue left over from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many of the so-called China experts seem to acquiesce to the idea that Chiang Kai-she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uld def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ctober 25, 1945 Japanese surrender ceremonies in Taiwan any way he wanted. At those ceremonies, CKS military officers sai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now belonged to China and proclaimed Taiwan Retrocession Day. Under the laws of war, however, which include the Geneva Conventions, Hague Conventions, and other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precedent, such an explanation is impossible. The surrender ceremonies only mark the beginning of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谢谢。The conqueror has the right. 好，好，做清楚呀。为什么呢？一再，包括我用口头跟大家报告这一段呢，又跟大家哈特别看这一段，叫做是呢受降典礼呀、啊，代表什么？代表军事占领开始啊！啊，所以呢，那一当看到英国哈一寡较旧的片有无？蒋介石先生啊，我还是尊称他啦。我觉得他虽然哈、哦、让他的这个所带领的这个哈、哦、团体哈、哦，无公知道该何来讲哈、哦，不过我们还是尊敬他。就是讲哈、哦，蒋介石先生一出席所有重要的会议哈、哦，他都穿军装。为什么？军事占领啊，他必须以军，就是说一个军事长官、军事领导人的身份出席，这是军事占领的开始。所以呢。各位，咱若搁拄到咱的朋友讲吼，啊，十月二五台湾光复吼，中华民国啊，是讲迄日本早就走啊，迄种导航拢放放掉啊，那还要讲啊呗？会讲了吗？啊，如果讲不清楚的话吼，放片子给他看好不好？吼、哦，真的，要甲大家讲安怎？咱台湾民进会的法律吼，唔是真正遐简单讲，起码恁大家拢听听听。但个你若讲想要嘴共讲吼，你若发觉，哎、欸，我乃卡掉，讲袂出来，讲袂出来呢，无要紧呢，唔通乌白讲，因为吼、哦、很容易被打枪。咱若袂好讲的时阵呢，若讲咱这个朋友，还是咱这个亲人有兴趣，咱若个邀请来咱的军，就近的军，还是去咱的州，那有咱的东西。那你中央内阁啊，请问中央内阁啊，我们达各位，另外去到六州不同的州哈，我们去值班呐、啊。所以呢，你不关系有无？你若讲邀请到朋友去到州哈，一定拢有温穿制服，好背植物肩带的，好我们这些同心呐、啊，不管是州议员呐、啊，还是这阁员呐、啊，还是中央内阁，还有黑熊，拢有底下的值班，你甲邀请去，去遐看资料，可以。好，只会晓讲人，甲因讲，安尼吼，较袂去用泼冷水，啊是伫咧厝讲甲皮皮喘，安尼咁好。很多妈妈吼，伫咧厝讲甲皮皮喘，讲甲吼气甲吼，迄个真实哦，拢淡淡掉，无爱煮饭啊，讲啊讲啊讲袂通啊吼，啊很生气，啊买了饭叫煮，吼甲安倒好势，啊甲带来酒里安尼，安尼吼，我们女性的温柔啊吼，我们女性的柔性啊。这样的诉求啊，真的能够带动吼，咱这个家庭有无走向更加好，吼，更加好的健康的路安尼，吼，所以这个片啊有兴趣，尤其咱家少年家，真的回去呢，不要打电动了哈，不要打心脏玩具，把这四十几分钟看完好不好？帅哥 ，cue 你第二次，来，这个国防部下令涂掉战机的国徽，还叫做国徽吗？请教一下，啊什么海军军旗？哎、欸，来这位先生，你对这个很懂。这个是海军军旗的那个徽，是不是？好、哦，那可是你看，引起基层反弹。他说到什么？国军为谁而战？国军，我们台湾需要成立国军吗？第一个问题，需要为谁而战吗？两个问题，通通是否定的。那敌人台湾，基隆现在是被托管中，被占领中，根本没有不需要到军队。也根本不需要为谁去征战，
对不对？因为一定洗脑嘛，说哈，这个徽章不见了，他那个精神指标哈，抓鬼都灰也都没有掉了，那为谁而战？所以呢，这一路下来就是通通一个错误连着一个错误，通通连环错误了，对吧？那个既不是国徽，你也不需要为谁而战。所以呢，教育哇重要，敬上是哇重要，敢是？伊若知影时阵，伊就袂惊啦。哦，来，各位，过来的部分较嫩啊，哦，袂遐尔硬到啊。不过还是有几个资料哈，要跟大家来共同确认的。来，这个是我收集，我从去年九月来到民政府的时候，我所参与过、我所知道的民政府的资料。我想了解一下哈，各位在现场，你们有去浏览过台湾民政府官网的？举手一下，看过台湾民政府官网的哦，一二三四，不到十几个呢。好，谢谢。啊，咱我今嘛所提供的资料，足多，伫咱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啊，爱看到呢，不要哈、哦，那个搜寻出来哈、哦，跑错地方看呢，好、哦、看看错了就伤脑筋了。台湾民政府官网，哈、哦，官网的资料。那所以说，我现在这边资料上面都很多都有哈，但是有些可能就是另外同心提供给我的。来，去年的这个演讲会呢，音乐会哈，办得非常成功，也是哈很重大的一次哈，在台北跟高雄这边呢，我们尤其在台北举行的这一次有没有来自全台湾哈，我们各地的这个身有职务背带的这些我们的这个官员有没有都穿制服戴帽子？啊，那个照片没有，很可惜呢。我今天哈，给他欧看有无哈，好大家看，那个叫做军容壮大，他看到人会惊讲，哎呦，那是什么单位？那秩序加好，拢无乱。那有咱车落来，一车，大家摆个好势好势，一就大家摆个好势好势。你去听音乐会，哦，我觉得哈，我当我看到那样的资料，就是我在高雄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的，说哇，这个团体，那不是讲我。共同意念的人不是有共同意志的人不会那么服从，热得要死穿制服不要说不是说踢正步啦，不过白家做金贼，台北叫做哪？叫做哈中国城。哎呀呐，爱很看到咱的气势，看到咱的秩序，看到咱的啥？看到咱的精神啊！看到我们的精神，他就注目说哦，这个团体爱个注意起来，这个团体有要做些什么事哦。好，所以讲各位同心，我要给大家报告，咱吼在讲台湾民进会的时阵吼，咱是用法理、用嘴巴讲讲，用行动、用精神讲感动，邀请你把廖红理解。咱陈妈妈不要怎么样呢？第一个吼，妈红不要让他觉得害怕。林刚和恁台湾民进会起来，还要惊死哦？恁这么的什么团体？不要。我们的个人行为啊，尤其如果说有少数哈，我们出去行动、出去宣传法理的时候，我们的讲话、我们的动作、我们的行为哈，譬如现在按照执行那的公务啊呢，还没执政前，我们在执行公务了，执行什么公务？执行说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官员出来，不管扫街，你的形象，你带给社会大众的观感建立起来，那就是跟咱的人不做好啊呢。所以呢，咱唔通恐惊。搁有一点，唔免甲人编，因为吼，你甲伊编无效啊。迄个有缘的人好无，软软啊，甲讲两句啊，吼，重点啊，讲两句啊，吼，就讲我甲你报名。啊，讲甲钱半波，较要来上课，无能够甲你吐槽，甲你踢馆，迄嘛无意义。即嘛吼，秘书长讲吼，精英政策会当入来的人，咱吼找较讲心的入来。像安尼，大家安尼拢讲心的对吧？迄做歹剃头吼，不要紧，反正时间到，因就知。所以卖甲人编，吼、哦。所以这几个部分呢，我们共同掌握，共同掌握，吼、哦。这样子，大家在推动这个法理，赶紧掉落，赶紧开庭商。好，这是音乐会，好、哦、的一个装的那个，来加，好、哦，这个一个俯瞰的一个照片，这高雄的台北的，我应该过来找看嘛，我找很久没有找到。来，这个都是。职务肩带的这边，我在最边边这边，我才刚新生不多久，你刚我底下家边呀呀，这边都是新朋友，都是高雄当地的人。真的，我们民政府的哈活动一旦出去，真的都很整齐，大家都非常的配合，时间、
秩序各方面好都做得非常好。2015，我记得个别给盖掉。来，2015年的迎新会，今年迎新会，我来参加的人举手。迎新会，我来很顶的举手。对，我怎么对大哥很眼熟啊？你应该来有一段时间了呢，怎么还在初级班？高雄州，对，我就觉得你很眼熟。好，来，你还参加过我们迎新会呢，哈，所以是很久的，已经同心很久了。过五关是吧？把五关补过。不呢？没啦哈 ，OK， 好，欢迎，好来，这是我们迎新会，记得带我的是点边旁边的那块土地哈，那个广场上那边，来，刚刚的迎新会哈，整个的场面，2015年的迎新会哈，元旦1月1号呢，这一次是用这个所谓的园游会的方式下去举行的，那天维安非常的严格，但是呢，也有邀请的哈新朋友进来，好，那这一天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哈，那天有一份的新年文告，这张文告呢，我这边资料有，后来那天我去浏览我们的官网哈，发现有，我们官网也已经这个资料也放上去了，也都有，在2015年的这个我们的文告呢，有中文、英文，在官网上都有，这张的文告上写得非常清楚，把台湾民政府的诉求，哈，它依据什么法理，那么在2015年即将哪些动作？有怎么样的一个进度？这张都写得非常清楚，对我们英文拢无，好、哦，那所以不管你去官网看，还是公开那边特外这个 PPT 拢可以，这一张是很清楚、很简要的一份台湾民政府哈、哦、在2015年的一个宣告，好、哦，非常的清楚。来，这张誓词，那一天2015年的1月1号元旦那一天，我们每一个官员都签了这份誓词。我的名字是黄秀华。是台湾民政府高雄州的学员，被分派职务为中央内阁，于事已制成，恪遵台湾民政府法令，以清廉、公正、忠诚及行政中立致辞，关怀大众，勇于任事，充实专业知识及技能，维新改革，心力除弊，为百姓设想，效忠台湾，提升台湾民政府执政效能，为台湾谋求最大福祉。警示立誓人黄秀华，西元2015年1月1号。我每次上课，每次念一遍，我跟自己说怎样，我大概我就宣誓一次，我每次就要把我的任务做好。现在就是我在执行我的任务。这一份誓词，每次看到，每次都激励我，我每次给不普通给他看。誓词不是清朝白凉凉的呢，美国政府每一个政府的那个每一个国家的那个总统要就任的时候怎么样宣誓呢？要手要放在啊，米格是放在圣经上，手举对天呢？那是怎样？对天、对地、对家己的信用、对家己，那交代的过，你安尼讲落去做袂到。我个人觉得啦，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每次上课会念一次，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勉励，今天你哪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在台湾民政府，不管是不是我管过，是不是有顺利拿到职务，不过记得有这个机会，大家如果想要爱就一定接到会到，这是目前台湾民政府给大家的承诺，只要你有意愿，你愿意跟进、啊、你有那个点心、啊、不用去跟外面那科那什么公务人员、啊，真的把那些考公务人员的精神有没有来看我们的法理啊？为阿表怕表，还开始紧张，开始灾啊！我真的每次在看那些拼那个考公职吼，讲你紧张变黑，我当讲会头壳一空吗？啊，不过讲不来啊，他们就已经被洗脑说，只有吃安内头路较稳定啊，伊就唔知够遮好机会咧等伊啊！啊，讲未听，因为还未看到，等下看到拢未赴啊啦，胃拢冻满啊啦！啊，怎么办？真的是很替他们担心呢。来，这一今天礼拜六，今天上午秘书长，我赶紧帮这个片啊吧。小蔡，今天礼拜六啊，有可能应该秘书长应该明天吧，明天会跟大家分享这一块。这个资料呢，是我们的秘书长夫人林子安小姐在3月12号去到美国，哈，在美国国家记者会，哈。演讲的内容全长大概8分多钟，好，那么这个片子应该网络上有，但是呢，这部片子我现在暂时不放哈，我要给我要大家分享伊的花絮呀、啊，它的花絮是怎么样？来到那个美国，哈，这个
国家记者俱乐部哦，那呢，官员嘛哈，夫人还有我们的这所随行的官员，全部都是制服笔挺走进去到那个俱乐部去。外国人哈，美国人哈，对咱亚洲这种黄皮肤脸孔哈，我时阵他是有些优越性的啦。东西是看你是普普啊，虽然讲你请那做金贼来讲哈，他们还是优越感。这样子看，好这样子看，不知道你们要干什么，来这边要干什么，看你们玩什么花招，有这样的感觉了。这是夫人跟我分享的。那么呢，哥哥，夫人啊，大家都进到会场去之后，夫人因为一定要有一个司仪给介绍 Kitty 嘛，夫人跟他讲一句话，真的全场还有透过那个司仪讲出来的语言就不一样了。夫人跟他讲一句话说，我们是来自台湾的台湾民政府，我们这一些人都是志工。你听到志工，每个人都站好，都肃立，都立正站好。来，谁能跟我讲，这位小姐，什么叫做志工？义务性质。好，你点出了重点，我再把它再多加几个字。为了同一个目的，为了完成一个目的哈，那么就是付出自己的时间、体力，甚至金钱来完成这个任务，对吗？叫做哪？什么拢家己来的啦？为着要完成一个任务、一个使命，咱家叫做全部啊，那叫做志工嘛，无提薪水的啊，哈，食大三岁，水啥拢家己来的。各位，你们今天来到台湾民政府这边来上法理课程，你们有没有自己使用者付费？有没有付食宿费？有，这叫做使用者付费的观念。我们一定要确立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在被外面这一些哈胡言乱语哈谣言去毁谤我们，说我们是什么诈欺什么的，没有这么傻啦，没有这四万多人，没有这么多的学员都是傻瓜啦。我们要确定什么？这叫做使用者付费的观念。当我们都是怀抱这样的精神来到这个环境，来到这个地方，以志工的态度去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你警醒是不赶快，那你态度是不赶快，那起来注射都不赶快，该停了对吧？所以呢，夫人说，当他跟他们讲到说我们这就是志工的时候，叶郎哈，然后那些司仪哈说他很荣幸。能够介绍来自台湾民政府的秘书长夫人林宅小姐上台，你知道吗？当他们讲到志工啊，因为欧美国家对志工这样的资格的人哦，是非常非常尊重的。尤其这人是不取分文，流血不要说流血流汗啦，劳肝啦，付出家己的时间啦，因为你大可以用安尼时间去做其他大家己你爱做代志，要看要安那去佚佗拢会使嘛。不过那唔是啊。安尼的时间，遐个人去到美国做这件代志，值得人家尊敬。所以呢，司仪说是非常荣幸的一个姿态啊，去介绍秘书长上台。东西迄刚哎，整个氛围完全都无赶快。我每次讲到这一段，我鸡皮疙瘩一直起来。那种是一种感动，一种感动，讲我们这个团体真的做到都会当红，会感动，会当红尊敬，迄是最要紧的。咱的姿态啦。我一直在上课跟大家讲说，我们的姿态一定不要再像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这样子，因说者不对代志，咱台民就千千万万唔通个做啊！真的拜托大家，这点是大家一起要来努力的。如果咱台民政府唔是为着安尼来改革，唔是为着行着这条法律来做安尼改革，咱即马所做一切拢是无意义的。所以呢，这个部分真正咱为咱家己，也是讲按家己事实。更加多同心，咱共同来跟你看您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我们的心态真的很重要。好，所以这个花絮志工，那我们志工在做些什么事情？好，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来，这个资料我会再 update 哈。那我们这个在这个今年的3月30号哈，就是再去控告一次。那么要求他们在5月30号前答辩呐，好，那他们在5月28号已经答辩出去了。同时呢，台民政府在6月17号也已经反答辩出去了。秘书长讲，应该加紧，那不是个差，应该八月判决就会下来了，好消息就快到了。这是要跟大家讲吼，你敢怎样？这个花絮啊，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吼，碰到这样的事情，还是跟
鸵还是这种鸵鸟心态啦，收到安尼的物件有无吼？听讲是收到了，看看吼，搁甲打，搁甲原封包包，搁甲摕回去，当作没看到。但是没看到，真的能够没看到吗？还是必须去面对啦。所以他们在28号呢，还是已经有去提，是有去回，已经有回复出去了。来，那我们呢？5月17号在日本东京的控美案，在日航饭店有举行这样的一个酒会。那么这样的一个广告呢，是美国政府台湾第一棒楼者的一个广告。那台湾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呢，也去抢了一个版面。我是觉得看这个画面哈，比较讽刺啊。我们在做的是什么？我们在走的是一条很长远的道路。我安息在打仗啊，安息在修整啊，因为生气头咪啊，在那边玩一些小把戏。啊，你们有版面，我们也有，玩这种小把戏上一点意义都没有。不要再跟他们一样小鼻子小眼睛了，一点意义都没有。来，这条报纸呢，是伫这个细微。李告希尊这一篇报纸是非常清楚的，这一篇报纸哈，还有我们这个就是个苹果日报那个全版 A3 那个报纸有没有哈？在我们的这个中央办公厅的那个走廊那边有一个公告，好有看到吗？有哈，这个资料很好，而且在里面写的非常清楚。我个人觉得这个记者他的文笔非常的清楚，以感染大民进会诉求。用很简洁的文字哈写得非常清楚，一叫下个做清楚，我们就是一个平民政府。所以呢，现在其实啊，从北到南，从南到北，台湾民政府从郡到州到中央，整个都动起来了。啊，这些媒体哈，伊嘛是虎视眈眈呐，一直在注意咱了，对吧？各位有看到我们一进来哈，我们那边有个那个新闻发言室，对不对？啊，跟大家报告。我们这边未来呢，就是跟大家在报告，就是说，那你要供，那来供，没要供吼，让搞好要供的人供。你看连中央吼，他都特别去设了一个媒体发言室，就是说要让知道的人、专业的人去跟对外发言。安尼较袂死较杂去啦，不要吼，这个有人来问你哦，清朝北供，这样子很容易打坏了民政府吼，说人家故意来吼，这样的这么长远的这个努力吼，可能因为我们一些吼。不经意的，好一些话语哈，都敢静静的怕别人弄 all you key， 很可惜啊哈。所以呢，真的是我们会讲，知道怎么讲。那开始讲啊不，那有人跟你问来，这批帖好看嘛是可以啊，因为安那呢，真有可能哦。各位，我呢邀请讲你去滚去酒，去参加着参会，参加着法理宣传，好去旗海去旗海扫街，结果记者嘣嘣嘣照来讲，哎先生，阿、啊、你这是什么会？你哪拖了白讲，阿得做伤脑筋哦。所以呢，我兄弟在筹集班都跟大家讲，你不要以为离你们很远呢。你们回去如果说你们邀请的、你们介绍的朋友，他说来了来参加扫街，你哪去的时阵无？无定记者在那边给你采访啊，你要跟伊讲吗？没呐，赶紧讲，不要那么大压力啊。我们是来服务，我们是志工。列大刚，我们是志工，我们有专业的发言人来，我给你介绍，我们酒上面人，你敢问也特别给你讲较清楚的安尼。那我们的唔通家己好白讲，安尼很好，就是容易可能会造成一些哈误会，好不好？好来，这一篇非常棒。好来，这篇哈，我读我来讲，我看这篇的时阵，我讲哇嗨啊那安尼，我的朋友嘛开始赖好我，甲我讲啊，秀华恁惨嘛恁，你看人家给你野安尼啊。哦，我刚开始看都看不懂，所以后来来到中央哈，被秘书长骂说哈，戆镜头啊，连报纸都不要看。连报纸都不好看，哦，是安尼哦，什么叫做连报纸都不好看嘞？来，咱来学安那看报纸，敢好？好，来学安那看报纸，来，伊安尼这是全版的嘛，哈？安尼伊安免学费，啊，那配房屋这些诉求，这两个诉求，现场没听过的举手，没听过的，好，没听过，好，谢谢，来，呵，哎，有听过的，要把它当做什么？当做以后还会有更好的。这个只是目前我们推出的一个计划，让我们为有这样的一个期待。雄性啊，得民进户执政量吼，比这个更好的任务啦。我们用这一港共享侠，那我们也不用拿这个出来吓唬人啦、啊，不必要。好、哦，这个是1/3版，那2/3那的圆桌，那今晚雄口的东西，全部的知识跟这各州知识正在前面开所有的圆桌会议，每天吼，咱得民进户一直在推动啊。推动着咱台湾民进户所要进行的，不管是扫街，不管是法理宣传，拢一直在进行当中。好，那么你看下面上课要交6000元就能够顺利谋职，安尼讲干掉，这个是很不正确的一种诉求。
但是他这样子写会引起人家的注意。那这个媒体哈，媒体的炒作是安尼啦，伊要紧就是讲，会当讲去唤起人家的注意，较为要紧嘛。伊若讲写个平平淡淡的哈，安尼这篇报纸无人爱看，所以呢，必须就学了讲，这篇报纸写了真好，伊甲该讲的不该讲的哈。该讲的嘛讲够足清楚的，啊不该讲的讲唔对吼，即马摕出来互我上课当教材，很好啊，哈，食宿费能够谋职吗？我跟大家讲很清楚了，过完五关，专训不来，不去跟进，完全跟民政那个他民政府的这个进度来脱节，会当这关吗？连刚你连带都无咧看的时阵有无？执政啊，派任何你啊，派任何你啊，你连知影讲爱去了唔知影，你这样能够去当官哦？那不可能的代志，是要付出的。咱今仔行这条是还阁继续付出嘞。所以呢，伫初级班吼，无条我可能话讲到伤白啦吼。但是呢，我感觉讲吼，即卖人无爱互骗，敢骗你来行袂长啦。啊，若感觉讲你听啊足清楚，讲安尼好，我先要甲伊变化麦。那行到这就安尼行，行到这真啊，玩真的。啊，我来跟他玩，你跟他玩看看，不要玩啦。我们这是吼拼真的，所以这个是错误的讯息。好，这个是这样的起家，好，这他这样子一个讯息，再让我们认识到，哎，我们秘书长的一个背景没有什么不好。来，按来看，按来不一不做动词也不要看，阿今麦甲大家咱快速看一遍，他怎么解构他的？你跟我讲，台民政府的身份证已经有40,000人去申请了，好不好奇？哎，这么多人来申请了，为什么来申请？这么多人来申请，哎，我很好奇，有当好奇啊，哎，罗伯顶总去问了州啊，啊，去郡啊，就来申请身份证也有啊。但是同时，这样一个40,000人，会觉得说，哎，这么多的人到底是为什么？其实会引起一个注意。那媒体怎么样？引起注意最为要紧嘛，哈。那你看哦，民政府出入管制严密，进入我们这边的哈，这个车辆啊跟人啊，维安是非常的这个严谨的哦。你看，我们有这个中央的餐厅、厨房，哈，还有我们的那个咖啡店运作是优质的，我们有运作，甚至他也许人阿哥，我们的那个新闻发言室还没有出来，媒体发言室还没有出来，已经嘛看到惊到，一应俱全了，什么都有，哈。来，那我们民政府的福利，他提到说的免学费、配房屋，排除每一位台湾人受教育的经济障碍，或者说是。我们要去实现所谓的自住者有其屋，这两种啊，都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这个资金的需求。来，台民政府执政之后都帮人家解决，都帮我们来解决了，让我们没有负担去实现人生的梦想，让我们活得更有价值。哦，我很期待，真的就是要的就是这一句，要的就是这个期待啦，真的要的就是这个期待。真的哦，你看，我哥哥他自己也是办学贷，他念大学，他念东吴大学，他自己办学贷，甚至啊，我现在听，我不晓得我的资料有没有错误，现在孩子哈还没有出生哈，就是已经就是说已经怀孕的妇女，她肚子里面的孩子啊，如果活胎出生的话，已经要背70万的负债。我告王翁哎呀，出事第一代我阿伯出新娘，都一定要背负债70万。怎么会这样呢？我不晓得我们政府在干什么，怎么把我们搞得这样子，民不聊生。喝呀，洗啊喝呀，可怜的洗，爱不出水都要白气咋办？我不能理解，我真的不能理解。来，我们的组织架构六州知事，哈，那天他们有接受媒体访问，那么不是只有个中央机构，我们的这个六，我们的各州各郡，来，各位一定有看到今天报纸不？6月16号，哎，五号和零号。哇，真好真好！哇，总共无法拍摄，因为我迄个特别到中岛开来到中央，这里面呢就很清楚的去提到了哈。那上面那一张呢，就是我们这个夫人呢去美国记者会的照片。那下面这张是5月17号呢在日本东京的说明酒会。那么你看呢，我们各州哈，从台北州到高雄州六州的外观，还有呢各个郡哇，各个郡的地址，所以呢，你能去找到跟恁兜上近的郡，哈，去甲因理解，去甲因了解，哈，离恁兜上近的郡还是州，哈，去甲因熟悉。啊，有啥物活动？恁来到台湾民政府的中央办公厅，哈，恁所看到哈是上标准的。我邀请恁吼去甲州，去甲郡，甲恁上接近的组织，开始上真实的就对啊。你要去观察，去
去参与，去参与说，哎，那台民政府是不是跟他所讲的一样，他所做的行动里面这些人是不是跟我去上课所听所看到那是都一样的，来大家共同来努力，不要说共同来监视啊，共同来参与啊，你有去参与，有带人去那，有去参与，这样真的我们这个组织会越来越活泼，我们的人力会越来越充足，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志工啊，在即将执政之前，那个人力需要很多，需要很多。那么呢，来正式宣告呢，来这边受训呢，一样哈，不要抱一份找工作心态来，来接受法理的训练，培养什么执政人选的地方，任何人、任何行业都可以，只要你有心。真的是这样子哈，那有那个心，我一定要做伙行落去。这机会是都公平、通人的，大家拢有诶，哈。来，那么我们介绍了，那个报纸介绍了我们的那个这个同心，我跟你讲，你别紧张，我跟你讲，你哪有迄落吼，你下配合我啦，我寄互你，也是讲吼，因为我规个画面还袂出来，你安尼翕吼，你翕无胶转呐。我吼，即、这个 PPT 你哪有电脑吼，也是讲你临刚来上课，你找迄个同心有无，伊会互你。我的这个资料呢，这个资料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还是有很多空间需要加强，但是这个我不会据为私有，我提供给中央办公厅这边每个同心，你若感觉有会当参考的所在，你感觉有台底恁需要，你就甲中央办公厅的迄、那个咱家的迄、那个我们志工的同仁哈，同心哈，你就改讲，我要那个初级班那个黄秀华的那个资料哈，有几个资料想要拿起来看，他就会扣给你，你来提随身碟来好扣，他就会扣给你，好不好？哈。来，那么介绍了秘书长呢，给大家好认识一下这样子。昭告全台湾、全台的那个政府、全台湾的民众，要知道台湾民政府的，知道我们目前台湾的真相。目前我们台湾好人是在美国军事占领中，那么美国占领目前是我们的土地拥有权是日本天皇，那么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好，他目前首都设立在台北，所以他变成中华台北。但是这个东西哈，这些啊，这第七点啊，是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的，也很多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的。所以哈，光是那个报纸这样子写，他们是看不出来的，还是矿高不飒飒了丢啊？他们重点都要放在哪里啊？免学费配房屋啊？那一般人看不到，能看还哪个几年？好，来第八点，重申台湾政府，这个不要我们赶啊，我跟你讲，时间到了哈，他非走不可啦。其实现在都在准备啊，那天齁，好像在总统府的一个公告上去公告废除了什么那个台湾什么劳工什么福利的条例，您敢怎样很多条例齁都在废除当中，很多条例在废除当中，等一下我 LINE 齁，如果有需要的我再 LINE 给你们，很多的条例都在一一的废除当中，已经在准备了啦，准备要离开了啦，这些原本都在实施的条例，你现在把它取消，你没把有新的去给取代，啊，你给取消掉啊，这是边啊，那个可以进行，那是就是我们要去观察，那叫做什么呀？准备要来把他的政权做一个移交，哎，给大家哎修清清啊，那么要离职是不是要把东西收拾，对不对？要移交给下一个人嘛，啊，收拾的干净一点好嘛，靠红两无脏，安尼干不对？啊，所以呢，伊上好给手头原本所有的物件，更加处理你的哈。啊，看吧，卖啊，不要，我们要去找他干什么？这个东西也没有处理好，那个东西没有处理好，他都在废除当中了，哈。所以呢，这个不要我们赶啊，他时间到，他自己要走了。来，那打民进户，我跟他秘书就说，就是秘书就说讲诶，和平稳定无缝接轨，所以呢，对他们，我们呢是非武力、暴力不合作也不配合。古尼赢得多少选举？咱偌济人真亲人，伫咧这边在专训，因算计算因嘞，干咱什么代志？咱咧拼咱老以后的头，安尼拼咱以后的台湾嘞，这历史咱的未来啊！好，所以我们是不配合。所以呢，各位现场，我们好朋友何了解姐，现场去申请到咱的红车牌、红牌亚秋姐，有红牌的举手。好，谢谢。秘书长有讲哈，红牌、白牌并挂。那我的同心吼，迄真正意识形态较重吼，讲我要甲车拼看卖咧，我就是甲挂红牌就好，我白牌无爱甲挂，我看要甲我安怎样？秘书长讲你头壳歹去，你干嘛这样呢？你又何必跟你抢都抢？你何必这样子跟他冲呢？对不对？
有，你就白牌跟红牌一起把它挂上去。为什么？我们的白牌它有还是有个保险嘛，它还是有它的这个一些它一些主要的这个法令的这个嘛。如果说在真的行驶在道路上有什么状况的话，那你他也知道说红牌有它一定的效力，他不能够去取缔你，一对咱是无办法啦。不过呢，秘书长伊无希望咱做这种代志，我们不要去跟他硬碰，不要跟他对冲嘛。我们要怎么样？不要武力，也不要暴力嘛。不要跟他，不要跟自己找麻烦啦。啊，不合作也不配合。好，反正我该诉求、我主张，我能够办身份证，我能够办车牌，我都有我在我身上。一旦执政日一到的时候呢，哎，那都是我握在手上，我们自己有的这些权益的资格都在自己手边，这样就好了，哈。那天我个朋友呢跟我讲说，这个网络上哈有一些对我们台民政府的一些哈负面，我说哈什么代志哈，那如果要挖接近真相的时阵哈，那网络的谣言呢愈来愈多，对吧？越多谣言呢，就是表示越多关注，越多打击，表示越对我们关心的，对吧？伊那无来敢关心，来咋讲来敢打击？伊若不去了解到，咱也给人打击，所以对遐打击吼，那个感谢啊，不用理会他们。来，那么呢，这个哈、哦，这个对呀、啊，我们台民政府，我们都是一切都合法的啊。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你要给各位看那些片子里面哈、哦，真的很感谢目前哈、哦，台那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他们很多的警察单位哈、哦，真的是对我们的活动哈、哦、很支持，也很帮忙呐、啊。那个做维安呐、啊，因为咱是真真正正的一种和平去进行着咱家的哈、哦，咱要法理宣传，所以嘛，敢到沙冈维护这样的一个秩序、啊，然、哦、后来好，然、哦、后大家知影咱台湾民政府啊，中央家的所在。这个报纸一上来的话，各位哦，可以好好善加运用我们的州跟郡这样子。那么他报道，从三月开始啊，过年后一直开始慢慢的，不管是实体的报纸，还是我们的那个电子报，我们的《自由时报》《中国时报》《苹果日报》的电子报上面都有我们的讯息，所以这个是可以让大家很方便可以去运用的这样的一些管道。你叫我讲啊，最近媒体这么多在报道这个台湾民政府啦，然后是哪种可能性呢？来 ，A， 你那是恭喜美国受益，好、哦，美国受益，你是讲要协助台湾民政府和国卡在台湾的人去了解到咱台湾的现状，安那现状，日属美战这样的一个现状嘛？啊，但是负面报道呢是怎么样？没有关系啊，它考验我们，敢提起。让我们小心注意，不要踩错脚步了。所以啊，秘书长一再告诉我们啊，这个抗战、这个关键的时刻，绝对不能出差错了，对吧？来，各位，这都要紧。台湾民政府可以诉求独立吗？可以诉求独立吗？不行哦，这两个字哈、哦，绝对打叉，跟没关系哦。一旦过五关，拿到植物牌，满不离、无设离，去红加入掉。有台独思想言论的 FB， 还是去被砍下掉工，你去公开支持的话，很抱歉一律解职处理。台湾民政府绝对跟所谓的台独诉求是完全不能够扯上边的。哦，所以这部分重要紧，迄有人吼，因为伊了解咱的诉求，所以吼要甲咱迫害有无？来讲啊，不要紧，我改加 FB 啦，吼、哦，啊你呢吼来。就把这问这个好 FB 的社群的成员就好啊，千万爱设立蛮欧白加。如果他是台独诉求的话，千万不要哦，哈、哦。所以呢，这个关键，因为为什么呢？那的名单一旦我们成为官员，我们的名单都会上报到美国去啊。那美国他能够允许说我们的人员还是支持台独思想、台独的那个行动吗？爱大伯出力吗？还是一旦一定要解职处理，还一定要个。处分做处理掉，不能够跟我们，不能破坏到我们的，所以各位同心，这个部分哈，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哦。啊，做设立哈，来，阿拉是讲哈，查理斯台北跟着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伊来指使讲来砍这条报纸，伊讲想要借由负面报道阻止民众接触我们，啊，其实是没有用的啦。然后几哈对几行代志发生出来，要来看的物件哈。嘿，爸爸行的迄种想法嘛，爸爸行的这种行动跟做法，你说要来阻止我，我顶够靠侪人吼，哎，愿想说一探究竟，阿伯来个看麦，看咧搞什么搞什么，对不对？可能就会想要进来了解一下，也有可能啊。期待我们受不了负面报道，自乱阵脚。如果真是这样吼，那个叫大错特错啊！打民进户，
一路走到这几年啊，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啊。尤其呢，在秘书长带领下，没有，那个脚步是愈打愈坚定，愈打是愈确定了，对吧？所以吼，那么可能自乱阵脚，只会更加更严格的要求咱家己了，对了啦。我们不可能自乱阵脚，因为咱所行的法律是正确的，咱知影咱行路是正确的，无可能敢互人敢按下倒的。所以呢，这个自乱阵脚哈，他们就打。如果是这样，他打错算盘了，怎么样？啊，那现在呢？如果我们自乱阵脚呢，正好延缓中华民国那刘邦政府已离开的时间。那可能就是他们延缓时间，那其实是没有用的。时间到了，时间安排好啊，该造的是爱造啊啦。你讲个要拖啊，要安那拖啊？台湾哦，真的已经到了要改变的时刻了。天时地利人和有没有？所有的迹象代表台湾一定要走向一个更好、更美好的未来了啦。不可能够很 get 呢？你看最近在报道这些什么总统选举什么的，我跟你讲，已经都不成气候了，真的已经不成气候了。好。那么，美国那个记者他去问了 AIT 的这个警卫，警卫是咱这个中华民国联邦政府一去收请来的人，伊哪有可能讲去离开掉，离开掉看你阿这代志，个咱好去问大楼警卫，大楼警卫只负责你的这个所谓邮件收件啊、出入安全的状况，一告给你关他这代志，没有嘛，所以问错人了。来，那么记者问这个 AIT 的官员。没回应开始重点，通常啊，官方不否认不方便明讲的事情，就会弄用 no comment 就是不回应来做处理。好，再有例子，正如啊，美国确认尖阁群岛的管辖属权属于日本政府，但对于它的主权不表示意见，这个是重点啊。它的时间还没有到公布的时间，它就会就是我不回应，也不做任何的说明，不处理。好，按你自己解读。哦啊，聪明的人就自己知道说啊，自己应该是采取怎么样的态度。好，所以呢，这样子我们会不会看报纸了？当初我看到那报纸，我是吓一跳，哇，这下面要乱，原来跨报纸，一丢报纸，我叫人家这玄机叠来的。好，来各位，那么现场还没有申请到，还没有申请我们台湾政府的身份证的，可不可以让我了解一下？举个手，我知道一下就好了。好，来邀请你们，今天还是明天下课回去之后。如果你们的州有办参会，真的赶快去州申请我们台湾政府的身份证，真的时间到了，很重要，不希望你们权益受损。好，既然已经来到，已经卡波赶来到家，初级班下课之后，结束之后回去的话，邀请你们到州赶快填完这个申请书，那么去户政事务所申请你们的户籍誊本。1000块，好，那么1000块哦，我们办身份证是1000块，我让改工情也唔对，唔是安尼讲。办我们台湾民政府身份证哈，从南到北哈，哪一州哪一郡都一样，几千块。有的人会说办一，我人讲啊，那你办几千，我办千一。啊，那讲叫做那哪位公和清册，100块是怎么样？可能就是有的人说，我在上班啊，我不方便去申请户籍誊本啊，是我要去印啊，有无哈？来，我拜托这帮我代理的人哈，去做这个代志，帮我代理这个申请这个户籍誊本或者代刻印章，多那100块。所以啊，那呢？尤其好，公掉钱的代志，要做清册。办台湾民政府身份证就1000块，如果补办500块，只有这两个金额，没有其他的啊。如果多了100块，好，那就是代办的费用。这个话我们要讲清楚，好，讲清楚，这样让大家很能够明确。公办个身份证，怎么这么小的事情，还有南北价格不一，什么州跟郡价格不一，没有这种事情呐，好，是很明确的，好。那么这张身份证。好，是我们的晶片身份证，后面呢还有的 USMG， 确实是从美国哈那边印制回来的。现在因为这个办的人很多哈，所以啦，之前可能是申请完之后大概3个月左右能够拿到，之后越来人越多哈，可能这个速度会稍微延缓。但是我跟各位报告哈，办身份证目前呢。我们这边哈，尤其我们的这边有设一个所谓的这个财务委员会哈，我们有特别要求。台民政府目前的州跟郡的账务跟大家收的钱，让我这笑而已。你们去申请的这个身份证所缴的1000块，你们跟谁办，谁跟你收这个申请书，都写得非常清楚，没让你找不到就对了。不可能说你今天在这边申请，然后就不见掉了，然后拿不到。
有这种事情，你一定要就做反应。但是呢，我们严格要求是不准这样，因为我们有一个流程表了，对吧？这个流程表是为你家己申请上，给你介绍的，你当时交钱，拢写到最清楚。微军送到州，州送到中央，为什么大家报告这个？叫做是哈，台湾民政府现在办事情有没有是有条有理啦，由上到下哈都很清楚，没和大家洗个惨，不会让大家哈在那边就是。事情好就不知道该找谁，不会这个样子，所以你们放心，好，这张身份证真的赶快办一办，好，因为执政之后是每个人都要有。来，台湾政府身份证是美国军事政府下的好身份证。来，外面有一张叫做台湾国的，有听过无？有一张300的，然后将100块哦，暗号白办哦，白黑都无好，好，那没有用。做的跟我们很像，但是真的那个没有用，那个没有晶片，他也不敢去标示 USMG， 因为我们刚好被下了，那个会有责任的。来哈，那我们主权国家才发行护照，所以呢，我们台湾是被占领地，不是主权国家，我们只能够发行什么？发行旅行证件，哈，来就像日本哈、琉球哈的旅行证件是一样的，我们只能够旅行证件，好。所以我们其实目前已经可以开始来申请这样一个旅行证件的一个办理了。来，我们的这个台民政府是美国军事政府下的一个组织，平民政府组织，不是台独或总统，这个很重要，好，千万不要跟这些东西，不要跟这个搞扯上关系了。一样哈，我们的车牌也是美国军事政府下所授权的，这个红色车牌不是台湾国或其他的车牌。刚刚报告有申请车牌就并挂哈，我们不要哈跟他冲撞。来，跟大家讲到账务透明化，各全台湾哈各州各省的账现在都非常清楚了，每个月定期审查，而且呢，我们呢就是说政治哈叫做是以众人的力量管理众人的事，就叫做政治啊哈。所以呢，现在在州跟郡呢，我们都已经去成立所谓的财务委员会。各位，你们所去在参会上哈所去赞助的款项，好，那么还是说这个州还是郡他们所支出出去的钱，每一条钱都做清楚，因为我们的账都要经过审查，郡跟州的账都送到中央来审查。以后呢，当上轨道之后，我们就要把这个账呢发还到。让这个各就是给各个州跟郡他们的财务委员会去做审核，州的财务委员会有11个人，郡有7个人，所以呢，钱哈按那观念其实对不起，卡查了不会问的，不会说是一个郡守或者是州长你说了就算，没有这种事情，是要经过一个委员会，7个人或11个人，大家共同决议这条钱爱开不，这条钱爱讲新闻，那小子对不对？这要经过审查的，所以这个事情让大家了解，台湾政府的所有的组织，所有的这个处理的事务，都已经非常的个正常化，那么因为在推动这样子，大家都是素人嘛，大家可能对这嘛无一点拢只有经验嘛，很多我们都是可能是家庭主妇出来啦，或者其他的领域啦，嘛无一点讲对这小弄这清澈，我们这种自工单位想哈是做简单的啦，然后一关被饿无哈，大家拢饿会晓。所以呢，我们到这个就是说6州哈，各州哈，他们都有办理开课。那我们这边有很多我们的财务委员哈，都会过去跟他们上课这样子。他们在台南郡上课哈，这是台南郡上课。哎，弄只暗习呢，我在高雄上班啦。那天他们邀请我过去哈，就过去跟他们上课。大概上个10点半，哥不爱帮我刷，大概都有兴趣哎。哎，家拢安啦，哎，怎无提钱呢？无来吃便当的，拢吃饱来的呢？啊，来到遐7点半坐到10点半，11点阁无爱走，我讲学袂晓，学袂晓，无爱走，是这样的精神呢，所以我很感动。我讲吼，看娃娃不要紧啊，真的是这样。来，所以呢，这是在中央上课的一个照片，会计 SOP 流程实务操作是在前面这个大教室有没有？对所有的内阁哈的那个阁员上课。来，搁台要甲大家分享者。很多真的我蛮感动的，有些片段一定没好打开框。来，各位，今天上完初级班之后，你们不用再等，因为高级班大概可能2个礼拜或3个礼拜要开一次班。那么，在你们如果还没有进行到下一个班次的时候呢，有兴趣，既然手边有了这一张我们各州各郡的地址，我邀请你们到各州跟各郡去了解。
六 K 生命会呢，引导班参会，尤其现在我们要求，就是说周啊，跟他们宣达，就是说最好是周周参会。什么叫做周周参会呢？就是每个礼拜天都在周的这个办公室这边有参会。参会怎么样呢？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目的呢，让我们的新朋友能够回来，能够来到这个地方，认识这个地方，了解这边的人，认识这边的人。第二个重点呢，让已经有职务的人能够来了解组织怎么运作，怎么去把参会办好，能够把整个顺序办得非常的理想，让来的人都很高兴，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参会，说你讲要办得好，那无经验、无心嘛，是办袂好诶。比如那办到个有车有数诶，吼，大家欢喜，吼啊，会当讲把这几项各种处理好势。这个是在进行几项吼，爱别执政前进行几项最重要级的公务啊，所以会邀请你们呢，我们的这些同心啊，你们初级班上完，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了。好，那我跟各位来分享。我说从北到南，从南到北，他们做的这些哈，这个是在台北做的法理训练，从应该是三月美国俱乐部的演讲之后，跟五月的这个日航酒店的这个就是说酒会的这个说明之后，真的哈，我们全台湾目前各州各郡哈都已经很清楚我们的时间搞啊，时机搞啊哈，那无紧拼袂使，爱好大家较知呀，不然呢、啊，我甲各位报告，那讲真正伫八月底九月初，那个美国政府讲啊，那个执政哈交替一系，即暗时过来讲，那个台湾民政府执政有无？嘿，很多人会受不了，嘿，可能会起笑，是讲跳了，讲哇完蛋了怎么办？所以紧好大家知呀，不然有的人会恐慌，说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真的很多人不知道台湾民政府这个单位，但是美国军政府他有没有权利这么做？他当然有权利这么做啊，有咱讲的啊，啊，就这个关饭店，这关无好，我总经理甲换掉，感觉阁甲恁通知，唔免啦，我去见一下，感觉较好，总经理甲恁管嘛，对不对？啊，去用管人来惊吓啊！所以呢，我们的责任是怎么样？我们的责任是让很多人先知道台湾民政府这个组织，尤其透过咱的行动，咱的一个语言，有无？互伊卖惊，你免惊，咱真好，让已经进行了解雇啊。还有，我们去执政的时候，我们这些官员去到地方去上任，哎，他们的主管突然换人，会不会反弹？会不会不能接受？会呢，哈。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是要不断的把法理宣导出去，让大家来知道，不管他有没有来参与上课，不管他有没有就是说多了解台湾政府，但是至少让他知道说台湾政府这个组织啊，爱很怎样。我连刚执政的行为形象呢，大家会受不了这种打击的，对吧？哈，因为那个后期跟进进的让理解到这，所以很多人我们需要，我们就跟他们讲。这一张呢是台北州的这个法理宣传的影片。我看在去刚进下做录啊，这个是照片呢，哈，六月四号照片。你看拢遐少年家呢，伊免上班吗？歹势吼，大家拢请假去的啊。你看。去刚听讲三百几个人，台南州下去游，就是游街那个去扫街哈，看到这种阵仗有没有？真的是让我也很感动啊！真的，大家这种大热天，这种天气坐咧了，规身躯汗，请咱来坐吼，穿我们的制服，这样制服出去走在街上哈，真的是汗流浃背，裤子都是湿的。好，来。那个拜托我们的童心来帮我放下去，六月四号要出发之前一定要整队了，好，发旗帜，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军容，去扫街就是军容，军队的军啊，军容啊。刘姿势，小乱，你看这这些少年家。那天台南州有去参加这个游行的有吗？现场有人去参加过吗？
没有哈、哦，上个礼拜好像感动，就感动了。那天很感动哈、哦，很热哈、哦，但是真的很感动。那天呢，我们的中央参众议的两院的议长都有参加。想提醒一下多少不？我们这些女性同心啊，大家把拢笑咪咪啊，笑到安尼。其实吼，我也拢甲我讲，个汗拢流到吼，口拢干，画面都是汗都用滴的。你看，穿这身制服吼，不懂为什么大多数都卡停停啊。我会给大家分享吼，我感动的所在吼，这个就是军队，我们在革命，我们在革命，不用拿枪啊，提旗啊，人行出去，唔免流血流汗就好啊。这个是在革命，你看头才停啊，这是我们的郡守。真的很感动，很感动。为什么想要出几分放给大家看哈？让你们去跟我们同步去参与到，这些都是在发生的过程啊，都已经发生过了，而且会在持续发生。以后发生在你们家隔壁、你们家附近的时候，完全唔免惊吓。你看这囡仔抓出来。囡仔要放暑假，是讲会报无课啊，煞无甲带出来。这边太多太多的爸爸妈妈，就是把孩子要带出来。要小整啊，搁伫厝顾囡啊，囡仔带出来太要紧啊。甲大家讲心嘛，这个林海军的军手。好，来，谢谢这一片到这边。好，台南州这一片哈、哦，让我很感动，因为那天真的很热，最近都很热啊，都很热。好，来，请帮我往下放，好不好？我现在没有办法往下放了，因为如果放过片子，我就没有办法操作了。好，来，谢谢。这部呢，熊金呢，6月21号新竹州，在这个为新泰郡哈成立造势街道游行，来，请帮我放下去。啊来，新竹州呀，新竹亚秀，好来，行哦，感动哈、哦，真的。落雨呢，我甲大家安尼，无咧行雨伞的，拼无行雨伞的，最好穿的雨鞋就对啊。我咧经历这个课程的时阵，我家己愈看愈感动，流了好几次眼泪。以这个旗帜哈、哦，取代枪杆啊。要讓大家知道、欸、你到過很熟悉了吧，早上起床好喔，那行就有广告车好在这样子沿路的宣导我们的法理，我没有放给你们看，你们可能不会在网络上，可能没有办法自己主动去看到这些资讯。好来哈，熊大嘛，还好下一点雨，这个旗帜。好来，这个是新竹州的，来那个小蔡，接下来。这个呢是6月22号，6月24号呢，台南南投的郡办要成立之前哈，他们在6月22号呢，在台中州的大游行，为了好这个南投郡的这个郡办成立前的一个造势哈，一个宣传这样子。好了，请帮我放下去。台湾民政府，大家做会画靠后，希望邓这个是南投那边的新闻报道，我看了这部报道的举手。经过真侪年努力，因为因会伫今年正式的执政，所以伫台湾各地设办公处。24号是南投办公处的成立大会，所以今仔日先举办游行，希望南投的乡亲到时阵会当来参加。这是按照国际法执行的命令。因为我们台湾民政府在今年即将会执政，
所以我们全台各地的话，州的每一个州、六州都是去成立各个郡办当中。那我们六月二十四号是南投郡办成立的大会，所以我们在南投郡办成立之前，就是今天七字头的，我们先行已经出来怕饼啊，怕饼盖布啊，七字头的，好，各位。副秘书表示，为法律原理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华民国政府其实是一个违法政府。日前，因已经伫美国控告中华民国政府，目前嘛咧进行答辩，今年应该做正款的转移。台湾民政府它是依据国际法理、万国公法，然后所成立的台湾民政府。所以，因此我们在今年的话，即将执政，是因为我们已经在2月28号控告美国，然后6月17号我们提出答辩，所以因此在美国这个部分会有判决下来，所以我们今年即将会接掌政权，以美国军事政府跟中华民国这里做和平的转移政权。因一群人加上车队，为中兴路的办公室出发，沿路经过中南路、民族路等等的路段。因希望这次的游行会当达到宣传的效果，在成立大会迄天，南投的民众会当做伙来了解因的理念。记者吴维麦采访报道。好，谢谢。各位有没有看到？来，那个小蔡，请帮我往下面一张。各位，你们有没有看到？一再哈所讲诶，您今嘛所听到的法理，为什么放这些东西给大家看呢？要跟各位去确认，也要支持你们，就是说哈，六届信量哦，其实要做要初级班跟高级班三天两夜要做到完哈，真正无简单啦。我其实有时候回头一想，我怎么可能三天做得下去，而且听到完，把所有三天两夜课都听到完，还是有一个信量搞到极其啊。因为信仰是我们爸爸搞好自己讲，你一定要把课完成。不过今麦我予各位的信仰是，大家行到家，这个所在，恁行到所在啊，爱支持恁家己继续甲正确甲行落去，安尼较袂枉费了哈。我们这花了这一些的时间，枉费了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缘分，好啊。所以呢，透过我，好，这是《自由时报》伊所报道的，刚刚是22号嘛。那么在南投的游行的新闻哈，电子报，你看一张、两张、三张，这些呢，就是要让更多的不知道台湾民政府的呢，去跟他诉求。你看用文章、用媒体、用行路老官安呢，用人、用旗帜，这样子把这个精神带出来了，哎，赶紧进行彪悍出来，有无？这是第一点，能感动人，会当予人对咱台湾民政府第一吸引到人家的注意跟关心。这群人在做什么？哎呦，这个最近资讯很密集呀、啊，他们会比较会去能够理解、啊。卖红甲寻是刚搞修惊吓，这是咱我们的一个慈悲的一个心呐、啊，同时也是我们现阶段首要的任务。好，这一张好，我们的各州好各郡的资料通通都有。各位，我们的课程哦，已经来到最后了。真的，其实我上初级班哈，我有很多的感动跟期待啦。我的期待是安那呢？是搞我的来到民进会感动，搞我的我走过的有一些问号的东西哈，我会提出来跟大家一起做探讨。而且在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些什么事情哈，应该跟大家来共同提醒的，因为这些体悟哈、哦，是我经过这段时间哈、哦，我讲啊，这个足要紧啊，这老爹初级班我知影哈、哦，还是对我家己哈、哦、这个认知上会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其实讲课哈、哦，讲师，我觉得说我们没有什么，我们只是把我们的感觉，把我们对这样的一个政府的组织跟我们的投入，我们的感想跟大家一起做分享，很多东西大家一起来确认呐、啊。来确认讲，咱为什么行这条路？而且为什么要继续行？咱若无思考未来，若没有未来，我若不是想着讲啊，本外囡那边安怎？哎，我们气断了，人就走了就算了。可是我要孩子啊，我替外囡那想看麦，而且我也不希望我下半辈子过得那么辛苦啊！哦、有一这个有工作没工作这样子那么吃力，因为我想到我的未来啊，不仅我的孩子的，所以呢，那安娜。
打拼着咱的未来，咱咧行这条路，搁安那辛苦，一定要甲行落去。凡走过哈，一定留下痕迹。所以呢，我现在就是真的跟各位邀请哈，您一定要当可以看到咱的官网。我们的官网啊，从一开始很多的历史资，很多历史的资讯，很多的课程，很多的讲师哦，所表达的东西非常多，非常丰富。你那不是讲来这上初级班尔，你登去第一处哪有盈利的，当去上网电脑，家里面没有电脑举手，出来带无电脑哎，就借吧。啊，喜欢有手机啊，我们的手机啊都有 LINE 啊，对不对？哎、啊，我们的手机都有连线啊，可以连上网，连上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去看我们一些。其他历史课程，我们的新闻会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我今天好，大概做主的主要来电当中午，可能有些没有那么细啦，但是因为透过我的感觉，我刚刚这段让我感动，那我提出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好、哦，我跟你讲，错过太阳流泪哈，错过群星呐、啊。今天呐、啊，那些哈、哦、错过台湾民政府的人哈、哦，他们将会错失哈、哦、一个。让我相对觉得会比较更幸福美满的这个生活啊，为什么？咱叠加出后呢，咱派任就任之后，我们的工作权保障了，我们住者有其屋也保障了，他错过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法理培训的先行期，很可惜啊、哦、所以呢，我们既然已经踩这个大步踩进来了，千万不要落失这个机会。来，世界上所有的伟大运动跟某种伟大理想有关系，不是吗？咱今嘛所行的，都是为着一个伟大的理想。什么理想？更加好的未来，更加好的台湾，是不是安尼？是安尼，咱才伫咧遮嘛，对不对？所以呢，谢谢。所以呢，各位，您真无简单。我一再讲，三天两夜不简单呐、啊，不是。不是安尼三三这个没有三两三哈，我们刚刚在叠加来当叠加库，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真相，而且正在接受很多很多的真相当中，哈、哦，了解，然后支持我们的信念来到家，按支持这些信念继续了，继续跟他走下去。所以恭喜咱大家，那么咱英雄，咱个靠大家一个，咱温暖的婆声，继续加来婆声好啊。后来准备好，在各位的掌声当中，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美丽的新世界。来，你用什么心态来到家呢？有哦，有的人想逼来的哦，有哦，讲啊，无来吼，无欢迎姐，年轻，跟他拍摄，有无？有的来安尼是啊，啊，各位讲来凑凑热闹，啊，各位来踢馆的，各位要来作怪的，那有哦，各位，我不是说匪谍在我们身边啦，不要说的这么严肃啦，但是呢，有的人可能在还没发力理解做。了解近景，有无？又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言语，不要紧，咱今麦要甲接受。啊，经过五关，那是够，啊，那够奇奇怪怪的这个语言，还是这个打不开的结，还是很那就很重要呢。因为安尼伊就无法度就任呢。伊那到时候就任的时候，去讲欧北讲，安尼我来头壳疼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一定确认过完五关，准备去到职之前，我们的法理都很清楚。同时那时候呢，这些状况都没有了。让我们因为了解真相之后，为我们的子孙开创一条有尊严的道路了。来，听进去了，听，展开什么行动？我刚跟各位报告过了，在高级班还是你真正过完五关拿职务牌之前，可以做什么？我们叠储蛋呢？我们叠储那个单等位呢？您顶头那有等位主机对不对哈？跟领导上近的所在，你去甲行，去跟他进行，甚至主动跟他讲说：“哎，那你有那个法理宣传，我会当带领去不？”处理安内服装有就甲穿起来就会使去啊，然后就跟他讲，表明我是上过初级班的人，他们就会跟你讲说接下来应该怎么作业啊。我本来做志工啊，我的周班甲军班也做欢迎你，都甲恁感谢哦。哦，啊，够啊，头挂说讲诶，我们有这个周参会，来邀请你的朋友，邀请你的厝内底的人，像今天办，明天6月28号高雄州，来高雄州的那个同心举手，高雄州的来甲恁报告啊，你们在乎呗？明天28号在高雄州有参会，明天我就要带我的公公婆婆要去参加参会，因为我感觉公公拿到啊。那我们的参会有车跟手都有呢，哦，那所以说我就邀请公公婆婆，他就说他没有，他伊甲我讲好呢，我来了解看嘛，因为我的行动啦，我做人的新妇
啊，我有时阵若功课早起七点半，我三更半暝我来出门，我来赶我的大家官，赶讲我清楚讲我在什么单位，我今嘛在什么所在做什么代志，啊，我去我若去高雄州做什么会，我赶报告给清楚，因较会放心嘛。我赶招啊，就讲我赶改办身份证啊，我赶招讲啊，无迄个参会来参加好不好？我迄所诶办甲足侪操诶，啊车嘛足侪了，对，囡仔去。我大家赶去，食醋食素，哦，大家拢做欢喜，就是一个智慧。我感觉讲，我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诱因吼，他邀请因来到这个所在，跟咱共同来参与。因为咱即马你看法律为人吼，跟他比较生硬啦。看哪边话，如果让我们的家人能够很快速的能够来参与到这样团体，有没有？参会是上紧的一个所在。所以呢，什么行动会当去滚还是揪？参加到你的法律，因为开很多课程，我今天是来不及啊。很多课呢，台北州开那个领导同意的课程，台南开电脑的课，啊，高雄嘛开迄种日语的课，哇，台湾民政府真正热很热络，你刚才你若去甲各州各郡去甲理解，你感觉说哇，这个团体哈，真的每个人每一个团体每一个地方都很活跃，好，都很努力要。培养自己成为真正未来可以去在这边有所发挥的人才啊！那是用爱一点心，伫在共同来付出。好，啊，今天呢，真正无简单，甲大家共同安尼两点真久的时间，以上甲大家报告到这，谢谢。